你吃饭了？正好多。哦。那会儿大鱼多也不得。哦。差一个不得。哦，差一个不得。我这胡椒多呢。俺没有站的，今天起来忙一点嘛。有人接完了饭几天拿去啊？哦，可往上吵一顿。行，你说叫我去城里把乡那的磨洗衣店买去了，心不在焉。
里面是老师呗。哦，不用说明了，烧猪啊不能咬过来。因为大人烧油不是烧药猪，我去这里烧油。好。走，热热哦。姐，啊，小子，等你倒水。小子，你把倒水来，我去。你这咱俩这几天都洗的。哦，洗的。把水弄上这，再坐这小子。嗯，姐了，就把水箱扔了。差一群。啊？差。老啥不在了？咱和我那没事，你和我那也没什么事。是吧，好像是老大不在在和我那，我这个房顶在偷他不落，是不是？他不落，他老回来了，就说刮大风刮墙了，不能解的，啥事有啥事都不能解的，越大风。